哎，你是哪人啊？老家江西的。哦，江西就是你江西那边彩礼贵吗？28万8。我的天，就是能砍价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想娶你。如果明天的路你不知该往哪儿走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？美女，你喜欢养宠物吗？喜欢呀。那你能不能养我呀？你又不是宠物，我为什么要养你？我就是一条单身狗呀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美女，你口罩里面好像有点东西。哎，你拿下来，你拿下来。哦，有点迷人。已经够了我的魂儿，成为我心中的女神儿。我再送你几根小头绳儿，能否成为你心中的男神儿？如果你愿意，我再给你买朵花，你就把我带回家，再用我的头绳把你的头发扎一扎，最好扎个双马尾，肯定非常美。而且你还会对着镜子笑得合不拢嘴。从此以后，我把你当作宝，无时无刻都对你好。虽然我的钱有点少，但是我能陪你到老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啊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。哎，地摊哥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说今天怎么夜市仙气飘飘的呢？原来是你来了呀。啊，哎，我又不是神仙。你虽然不是神仙，但是你美若天仙呀。啊。哎呦，太喜欢这种会说话的男生。我不是男生呀。你不是男生，你逗我呢。我是为你而生。老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是特意从上海过来，啊，准备听你夸我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对呀，我特地给你准备礼物。是吧？嗯，就等着你夸我夸的好听，我就把礼物送给你。还有这好事呢？啊，特意准备的。但是我不想夸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漂亮的无法用语言形容啊。厉害厉害，不愧是你，把手伸出来。不是呀，你搞什么呀，这么神秘的。你夸我啥？我跟小姑娘又不能吃了你。哦，我问你要不要。要啊，你真的是。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。我在网上看到你很会夸人。哎，啊，那你会不会表白啊？今天来个花式表白，让我开心一下呗。还是夸人比较适合我，就是看你这个样子，你是不是经常练爵士舞呀？我没练过啊。那你为什么会有爵士的容颜呢？那可能是天生的呗。我觉得不是天生的，是我丈母娘生的。老板啊，我挑2本书，你夸夸我呗。你挑3本书，我就夸夸你。不行，我的极限是2本。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，你往这一站，我都知道你的极限是什么。是什么？你美到了极限。我有那么美吗？你是很美，但是你美中不足。哪里不足了？你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不足。哎，美女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拍照用不用美颜呀？用啊。我劝你以后还是不要用了。为什么不让我用美颜？因为美颜遮挡住了你的高颜值啊。我哪里有那么高的颜值啊？你觉得珠穆朗玛峰高不高？高呀。也没你的颜值高呀。我跟你讲啊，像你这女生都是自带香味的。我们又没有喷香水，哪来的香味啊？因为国色天香呀。没关系，你真美丽，我才关心你真美丽。你还夸我一下啊？你还夸我一下？不是，那我问你啊，你知道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吗？珠穆朗玛峰。不对，是你颜值的巅峰。如果说颜值有10分的话，你知道我给你打多少分吗？多少分啊？11分。怎么还超了？因为你过分美丽啊。你太会夸人了耶。嗯，我只想把这摊全部给你包下来。不是，你有矿呀？我没有矿啊，我高兴。你有矿呀，都写在你脸上了。怎么我脸上还有字？因为你有旷世容颜呀。哎呦我的妈。